will destroy the world after 10 seconds and set up my kingdom.这个我要自己收藏。校长，我求你，是我要求求你了。我们学校实在容不下你丘南了，求你们放我老头一条生路。大老师，大同学，大校长，加州不要你，新奥尔良州也不要你。 就连德克萨斯州也不要你，都管你宠得宠成这个样子了。现在州州都不要你了，你叫我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去亚洲。亚洲在地图哪里啊？啊？亚洲？我不去。你必须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老爸。老爸，我们去哪里呀？去亚洲。 儿子，亚洲好，亚洲啊，有舅舅，你不是超级英雄吗？你可以帮妈妈保护舅舅。嗯，舅舅长得丑吗？如果太丑，我很难保护的。什么鬼？这么老？ 到机场，那你可得替我照顾好他。猜我们学校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而且，我的音乐梦想基金你可千万别忘了。行了，你放心吧，忘不了的啊。哎，不说了，我已经看到秋楠了。I love you.
师，严老师，你是要去哪儿吗？嗯，对啊，要不然我送你吧。好啊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二老师，那个，你真的要去美国呀？对啊，我觉得是一次交流学习的机会。啊，对。那我外甥在您班上，就麻烦您多费心了。嗯，你就放心吧。袁老师，啊，我就不麻烦您了，我真的得来不及了，谢谢您啊。别。箱子里的东西可值100万呢，我们要发财了！我马上去接你啊。算了，你就在那儿等我吧。100块钱买糖吃。十来年没打架了，你非得逼我是吧？我打不过你人了！给你拨通了。Thanks。啊？哦，不用 thanks。Hello， 是警察局吗？兔子，小朋友，警察叔叔很忙，
别闹了啊！兔子的话你就自己拿回去养吧，啊？兔子，填好了吗？小安同志，麻烦您了，一定要找到我外甥。啊！小朋友，你坐我的车可算是赶上了，知道吗？我可是第一个见的吴彦祖。吴彦祖，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相声界的曹云金，听说过吗？不认识。手上那个小兔子可挺可爱的，听说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？知道，最后不就是乌龟赢了吗？你看错了吧，最后是乌龟和兔子一块赢了。钥匙呢？满世界找你，女厕所我都找了，你个小屁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谁小屁孩？你。我来中国是来保护你的。呵呵。你跑哪儿去了？我怎么找不到你？你管得着吗？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？手机丢了。是理由吗？你给我打着。喂，姐。啊，我刚才。手机丢了，还刚找到，我们俩早在一起了。你，他吃大餐呢。啊，你要找他？喂，妈，我跟你说实话。不要。其实我挺喜欢中国的。好的，挺好的。对不起，请原谅。箱子里的东西价值连城，找不到箱子，杀！这是什么意思？睡觉。我不跟男人一起睡。哼，我是你舅舅，不是男人。舅舅不是男人吗？啊，舅舅是男人，但舅舅不是你想象中那种男人。来，往那边点。那是哪种男人？舅舅是一个……哎，别管了，睡觉吧。嗯。我很认真的告诉你。出去睡。
哎，这是我家，我凭什么出去睡啊？手机拿来。干嘛？我给我妈打个电话。我是你舅舅，这是我家，我不许你养兔子。怎么了？你要干嘛？舅舅，别动啊！别动，别过来啊！你离我远点！我跟你说，你别靠近我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各就各位。喂，开始。加油！秋子，救我！救我！快！大白虎，大王，大王。到了学校一定要听安然老师的话啊，千万不许捣乱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安可。那这是我的一个超级优秀勋章，给你。谢谢。有了这个勋章以后，你就能变得很厉害。马老师，干啥呢？行。叫校长，哎，就校长，我监督一下学生上学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好好好。你看你这个肚子，我这不早上吃多了吗？老拿肚子说事儿。哥，说啥呢？你的书到了，到了，爆破！哎，马拉松，这太好了。哥，你说你咋这么厉害啊？你说你都能写书，你这玩意儿？哎呀，兄弟啊，啊。人啊，总得有点追求。是我的人生目标呢，就是当一名爆破专家。哎呀，谁曾想当体育老师了？你有啥人生目标？我的人生目标，我就想当一个歌星。你死了这份心吧啊！你呢，就做保安，做到保安小队长，你这个人生就圆满了。行，好吧。马老师，哎，老师来了，来了，好，快走啊，走。五、四、三。二一哟，马老师，安老师，好巧啊！你说上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碰上？一起走。好啊。哎，最近呢，我出了一本书，《爆破专家》。爆破专家。听说你要到美国？嗯，对啊，我就是去那深造学习一段时间。我也申请了去美国。哎，安可，你是不是喜欢刚才那个女老师啊？当然的事啊，小孩少管。你喜欢她，你就应该告诉她。我警告你啊。待会儿见到安然老师，不许乱说话。哦，原来他就是安然老师。安然老师好。嗯。啊。早啊，安然老师。早啊，袁老师。
你就是林秋南吧 ？Yes， 姐姐你好漂亮。别乱说话，叫老师。老师姐姐你好漂亮。不许调皮。阿仁老师，我这外甥刚从美国回来，可能还不太适应，麻烦您多费心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多关照他的。I love you, love you, my baby。你的眼总让我沉醉，风吹起你的头发，感觉像在飞。My name is 林秋南，不许壁咚。我在 say hello。Hello everyone， 我叫林秋南，今年十岁了，来自 America。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成为了 superhero。我来中国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拯救你们。Yeah. 在美国所有的校长都被我征服了。Yeah. 哎呀，老师，麻烦你也出来一下。我能坐这儿吗？老师让你坐这儿了吗？我就坐这儿，怎么着？哼！这学生太淘气了啊！你要多加管理啊！另外呢，这次去美国交流，全国就这么几个名额啊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啊！秉承咱们学校的优良传统。好的，校长，我知道了。好。哎，你胖了。学校的老大，还不赶快叫老大！你们也太 low 了吧！你什么 low？ 以后啊，听我的，我罩着你。我罩着你还差不多。嘿，你敢来我家道馆跟我 PK 吗？好啊，走。还要挑战你啊？谁呢？怎么样，怕了吧？少废话，来吧！
现在知道谁是老大了吧？你要是能打败马老师，我们就拜你为师。对，马老师。哥，你不急成小霸王吗？咋的？咋没打成？急成小霸王？你当时在现场啊？那个人身高1.8米，体重180，那叫嗖嗖嗖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东西呢？小朋友饶命啊！小朋友饶命！不要打我脸！少废话！箱子呢？啥箱子？别打我脸！别打我脸！箱子被那小朋友拿走了。是他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是他，我用我的脸担保。